你过来，你要气死我了，过来。我不去。快点的。啊，你不去，我过来。我觉得咱哥俩有必要好好谈一下。谈啥呀？你看看我现在这个体型。啊。我以前多少？78，挺瘦溜的。那现在呢？84，微胖。晚上管的叫什么？微胖，叫 YYDS。你看，你用这段时间换回这几斤，这不是 YYDS 吗？不然你又感到骄傲，又感到自豪。感到幸福不是，就你话是这么说也没毛病啊，但是不管怎么 YDS， 我就想请问一下，家里饭都做好了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出来吃这个烤冷面呢？哥哥，咱们隔壁的不要跟你想。你看你给我买烤冷面啊，是不是又胖了一斤啊？对，又胖一斤。你是不是更加快乐，更加自豪，更加幸福呢？你真会说，就为了大冷天大晚上给这吃烤冷面，你瞅你那鼻子冻的。烤冷面，那个大爷是不是可以早点下班？完了早点回家，早点团聚。还真是，大爷可以大冷天早点回家。那你记得，你给我买烤冷面的时候，你给我多加一个鸡蛋，加个烤肠，然后加一份面，记住不要香菜哦。行行行，我去给你买，行吧，别粘牙了啊。哎，我干个事当。行。又咋了呀？谢谢开的会员，谢谢。奶茶。你真不要脸啊！来个大杯的。开始发疯。